哎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观察了半天，哦，可能觉得人少吧。对，但是也不能这么撞呀，往里。不是没露过这个地方。哎呦，小海，打头了，头先掌握非常明确的，很 nice， 还被圆点抽了，Pyro立马过来正面支援。这边是一个三打二，但圆点一直在抽，其中哥的血量不是很高。露露前面丢道具，想要主动出击，这个洗车房角度不是很好啊。这个timing抓住了露露。 把人要补吗？自己才火了，回头腰射没打过，没子弹了，小海也没了。啊、哦，好险好险，赶紧扶起来，全形还被切了，大仓还相对来说可能视野更好一点。对的 ，GFI 一看啊、哦，什么大仓都有人让了吗？Pyro怎么也出现车祸了？Pyro也想去拿大仓吗？不至于吧 ？GFI 车不是都已经进去了吗？是啊，对的，一个过点 ，DDT 直接绕北边了啊、这局 DDT 占了东边非常好的视野位。 然后一步一步过来，进了水场，小子避了一下，然后一看这个全形被切，那就绕北。哎，思路清晰。谁手？哎呦，来一枪，啊，差点，就一枪。对，就打一枪，抽下来就抽下来，抽不下来算了。是打哪把枪？牛 happy， 但是这个车滑了，感觉没位置扎了呀，完了，可能没了。撞牛 happy 了吗？撞牛 happy， 一点位置都没了，哪儿都去不了。就两个人。 有厕所吗？看一下，厕所也有人。哎呀，没了没了，这两兄弟真的太难了。这咋办？也没位置了，再往北边绕。完蛋。这波 GFI 确实是没地方扎，真的没地方扎，全是人。啊，最后的车还是到了天路脸上。啊，这是一个常规的正面战斗了，还要被 Pyro 给抽，那这个 欧洲山有点难打的。 不过好在现在是一换一 ，XCG 还是有一些的机会。是，RBS已经支援过来，控制了整个欧洲山西边的反坡的。XCG 这一波打的不够快的话要被夹，没有支援的话也没走吗？小虎刚才一直没走，这个时候走，还不如埋在这里拖 XCG 就算了。沟通上有点问题，我刚看队友从防区上了车了，然后没开出来。对的。 就其实埋在这里拖着，因为 Pyro 他也要从西边来，在这个西边的嘛。对的，一定要给足西边压力的。这个全形不给足西边压力，很容易被踩出来打的。哎呦，今年埋了一个，考虑这个位置发挥很稳健，但后面黄一鸣来了，打成了一个大残。TYE，一辆车，还有人跳车了，留了一个火种。但是这个没有顶啊。 有没有顶？运气还不错，这能过牛海比这一关吗？过不去的。来了三分，这羊村无了，真的裂开啊！这波是真的过不去。哎，福根怎么在全面被抽倒了，还被补了？福根想要看北边呢。全形的话，继续往右边切，大背身，三倍镜，差一枪，没问题。 还有一把妹控，他这帮装备真好啊<笑> ！RBS 愚人他在发现，好难打这个圈，真的是大家犹犹豫豫撞哪里？对，就打厕所吧。厕所，厕所 DT 高点还有两个人的枪线，哇，这颗雷、啊、什么情况？有内鬼，<笑>种子交易。我还在想，17这么快就雷就爆了吗？这刚落地呀、啊。对的，一颗瞬爆的感觉，一看是天地地。 完了，想从这个缝扔出去没扔出去呀、啊，门口还被卡住了 ，WCG 开推了，高鑫卡了一个边，但是经典的 code 已经被秒了，第一时间没有队员能补得上枪，6幺还在看东边，嗯 ，WCG 踩的是高点，又倒一个，这波 DT 感觉下去的有点早啊，是的，没防住 ，WCG 正面4个人猛推，6幺也被架回去了，原点还没枪线 ，WCG 想要把北边的反坡完全的打完。 对，这波知道你掉两个了，那肯定要打了呀。但这个底坡还是能稍微的小操作一下的。对，能小操作一下。WCD 被限制了，对的。而且蓝圈已经到了，WCD有点急。嗯，想去开车直接移。他这个刚才大下斜坡，他如果敢走的话，基本就是给太空人一个个人秀的机会。对，那回来拿车，拿车再冲，觉得是一件好事。但冲哪儿呢？啊，朝着天路去了。不是，还是冲反坡吧？对，还是要打 PDT。 对呀。 直接引人，左右两边都是人，怎么办？六人躺哪儿？哎呦，好难受啊！还有远处的枪线，这577在空中把 Spaceman 给秒了。
他的车都飞起来，但是他出枪把六尔被仓里面的枪线给限制了。等待的就是无尽的折磨，还外加空投，武器机已经顶近点了，拉上来再趴着，听到脚步声也没机会开枪了，人太多了。DT 被淘汰了 ，WCG 捡到了空投。这他们倒的前两个人倒那个位置是非常尴尬，要不就你要不就撤到最下边，就是六一他们这个位置，对的，能反卡，要么就是在高点顶着这个压力。嗯，可能也是这个时机也被 WCG 逮到了。主要是踩到半坡，如果 Spaceman 和六幺想支援的话，他会吃到强路，看了都要流泪。这门被堵住了呀，对，这门被车堵住了呀，这扔多少投入物呀，这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天路还有上面的一条反坡可以踩 ，WCG 绕了一个圈边，找了一个小这三颗雷，我的乖呀，这，哦呦，落地打了一个骄阳，把平大将军先打倒，都是打残血，指挥间的对位，还有雷，还有雷，没什么效果吗？还在丢啊，这位置丢不到。侧面也开始攻了，小鹿跟兵正面清的很快，打俩。是的，这波时机把的掌握的很好。对的。哦，门被关了，再开骄阳，骄阳站起来了，再来一个混烟混倒，没问题。看到了小过点，只剩一个。侧面再拉出来。啊！错过了，还好还好。难道在换子弹还好是？这波骄阳顶起来了，是。另外一边。峰峰思路活络起来了，侧翼拿一个，哎呀，就是这个雷，哇，哈尔斯自己也捏了一颗，就是这种位置你没办法的，漏了就要出事的，顶不住了，他的 DBS 没起上用上吗？他在经理，没用上，没用上，真没用上，四二。Candy 也柴火出来了，要不然又是道具，又被打倒了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无了，满边天路。哦，闪队友。哎，萨萨的屁股会被发现吗？哎，听到一点，听到脚步声了。萨萨过来主动找人，混烟直接混。